让骑兵去后方，崔辎重，老大猪脑子，在这时候不往上上，叫三箭营明天备战，左右两翼分开，30里外扎营，以免被合围。是是。那小子呢？谁啊？太孙。啊，他受了点轻伤，在他自己帐篷。爹，先吃口饭吧。 下辈子，我让你亲手杀了我。上哪儿了？啊？义无尽，碍事吗？还能握刀？别的地方呢？ 是他替我挡了一枪，要不然躺在这儿的人就是我。爷爷，算了，回中军大营伺候吧，别在先锋营了。爷爷。 不妨事，不要对别人讲。知道了，回中军大营。 姐姐，这我可对不住你了。我是无量术。这汉王一打仗啊，是一桥一马，连汉王妃的手气都这般硬，我今天算是见识了。我是一直想输给姐姐一把，我这不是有事求姐姐吗？就是，再这么赢下去。 我们俩今天可就白来了。我们之间还说什么求不求的话呀？
这打牌倒打出不是来了，有什么事儿说吧。姐姐，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，太子爷早晚是要登基的，皇上一出征，他就是皇上，往来消息也给我们透露一点。听说太子爷把兵部搬到家里了，内阁大臣也在太子府办公，那这不就是整个朝廷了吗？ 姐姐，您可真有福气。你也得可怜可怜我们俩，伸着脖子巴巴的看，连个信儿都得不着。太子爷办公的时候，我们谁有胆子问啊？您这么说，可是难为我们太子妃了。你从来都不问是吗？这是太子府的规矩。太子妃不问。 那是因为太子好好在家里待着呢，你不问就不对了。你刚刚嫁给太孙，他在战场上风霜雪雨，是死是活你都不问，是何居心？哎呀，就别为难这些小辈了。你们说吧，想知道什么？如果想问赵王和汉王的安危呢，那是一定没事儿的。 这么大的事儿，太子哪敢瞒呢？但是想知道军情机密、部队调度，还有后勤供给，那我可真不知道啊。关键是听不懂啊。要不我到前面去把太子爷请过来，给你们俩细细说。但是要保密哦。如果走漏了风声，皇上要是怪罪下来，那我可担不起。<笑> 这些军国大事啊，我俩哪敢知道？真要落一身不是啊，可就不合规矩了。谢谢妹妹体谅。还有什么想问的，咱问完了再答。<笑>我突然想起来，我还有好多事儿没做呢，怎么就在这玩起来了？就是姐姐，今天呀，我们就先不打牌了，明天呀再聚。 王爷呀，老说我这嘴巴上没有把门的，刚刚可把太孙妃给得罪了。你跟我走，江宁府送来好多花色的料子，你替太子妃和自己多挑一些回去。您是长辈，哪敢说什么得罪的话，太客气了。好了，你们去忙吧，送客。嗯，走吧。 晚上到府里来。汉王进宫的时候，不是说过，到了要用你的时候，你不许推脱。为辎重调整路线是报兵部、明军辎重。哦，已经让杨浦。 重新安排辎重队了，路线也都定好了。昨天的折子发出去了吧？发出去了，辎重部队已经出发了。嗯。为清剿阿鲁台残部事。现在还说什么清剿啊？山海关的部队不能动，皇上如果有后撤的意思。 可以派兵接应，大同、晋阳、宣化、山海关一线，要防止敌军突入中原，就这样回复吧。嗯。他孙写信回来了。哦。<笑>
还长着手啊！啊，还知道写封家书，念念。父亲大人台下，儿朱瞻基三拜，并问候母亲安好。<笑>你跟他说，他娘天天骂他，出去快一年了，连封信都不写。来来，我军征战，此时已入绝地，四野冰雪，路滑难行。 敌军虽伤亡甚重，犹自袭扰不休。皇上不听后撤之言，仍寻机决战。眩晕之症，日渐严重，颇为忧心。愿父亲大人多以家国大义小之，营中诸将相对叹息。 束手无策，此事切主，切主。而朱瞻基叩上。没了，没了。哼，他还写什么家书啊？干脆上个折子得了，怎么满纸都是这公文的口气啊？这孩子，哎哎。 你再找找，再找找，嗯，再找找啊！看看那，再看看，找找，哎，啊，<笑>我就说嘛，这孩子不会就写这么点的，快念，快念，啊，怎么了？ 怎么了？你别吓唬我呀！我一个朋友死了。什么朋友啊？一个公职的朋友。你别骗我，是不是军队上的事啊？若薇。 借着送你家书的机会，给你写信。你写死了，替我挡了一枪。我救他回来，营中无恙，他伤势又重，我把他埋在。 克鲁伦河旁边的山上，死去的大明将士都在那里。那里勇士很多，他会叫他好朋友的。此时他们应该在地府里大吃大喝。 这是你的前尘往事，我不能不告诉你，你也不必恨我。这场仗凶险万分，如果我回不来了，也许是件好事。将来我们。 再遇上，必是另外一番面目。书不记言，愿你一切安好。回不来了，回不来了。<笑> 回不来了。今儿喊你过来，怎的还跟我推三阻四的，装什么好人家呢？我住在太子府。 太子府不是好人家吗？太子身体好不好？
很好，太医院有人告诉我，宫里最好的几个医正都搬到内宫里面去住了，已被日夜为太子请脉。他到底病到什么程度，都需要日夜请脉？你实话实说，不是我要知道，是汉王要知道。 太子爷的身体不好，这在宫中也不是什么秘密。现在国家在打仗，后方的军需，迁都过来的大小事宜，全国这么多大大小小的官员政务都压在他一个人身上，他不疲惫才怪。一点儿都不信！你不要忘了，你是谁的人？ 太子的身体怎么样，是汉王他要知道呀。哎，先出去。 说什么来着？老大他不傻，知道咱们打不了要往回撤，他马上把山海关的兵都换访了。你从哪儿弄的情报？我自然有我的办法。嘿，老三，二哥，何止山海关，宣化、大同、晋阳都换了驻军。 未得太子爷手书命令，匹马不得入关。二哥，我说你不如老大明白事儿吧？你还真就不如他。你拿着这些情报想干嘛？这，他摆明要造反。他敢吗？皇上率领全国的精锐，眨眼的功夫回去就灭了他。他这是在提防你呢。 怕你私自带兵挥师入关，监国嘛，帮皇上看家有什么不对？调换个军队算个屁呀！就你有渠道搞到后方的情报，皇上的锦衣卫是吃干饭的，我是吃干饭的。王爷让我问你，你跟他说，你呀得罪我了。 皇上快不行了，你得给自己留条后路。二哥，你给我透个底，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？爹现在这个样子，就算平平安安的回去，也没能力折腾换太子的事儿了。 他把朱瞻基那小子带在身边，明摆着就是跟大家说，要扶太孙上来。我再送你一条情报，太子的身体只在朝夕。 别老派娘们儿去打听，他们能打听出来什么？真心对你好的，还是你弟弟？老三，老三，你这回得帮你二哥，给我指条明路。
你要是看不上你二哥，你自己上也行。我捧你上来，是为了保咱们自己的命。记住，将来千万别拿兄弟开刀。太医说啊，太子这份脉案呢，心血枯竭，不能再做一点公务了。我就跟太医说，皇上在打仗，保太子啊就是保朝廷。太医答应再用点药给他吊命。我现在就在想，这个詹姬是不是应该把他叫回来。我现在没什么主意，要是我能替他死就好。我觉得这个时候太子应该回来，太子爷的身体要真有个三长两短，我们三个怎么向皇上交代，怎么向太孙交代，我也是这么想。可是现在皇上打仗打得那么苦，把詹姬叫回来，皇上怎么想啊？其他的人都怎么想啊？哦，太子的命是命，皇上的命就不是命？我也跟太子说了，他也不同意，他要替儿子争面子。太子爷病重，朝野上下还没有人知道。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先派人送军报去给太孙和皇上那儿呢？他的家书里不是说，希望太子爷能够想办法力荐皇上停战撤军，这不就是一个好理由吗？这样好啊。嗯。可是太子他要是不同意怎么办呢？我做太子爷的继室不久，但是他的秉性我还是知道一些的。他向来国事有限，如果他已经不能起床办事，那他一定无论如何都会想着先让皇帝知道。万一，我是说万一，皇上的身体也不好呢？这个时候，太孙就应该尽快回来，皇上真有不测。太孙可以在北京早早继位。这是你能操心的事儿？后宫妇人和内奸不得干政，犯者斩。这是太祖爷刻在铁碑上，立在宫门外的。太子爷一生谨慎，如果让他听见，断不能饶你。我是分析形势，担心太孙，太子妃饶命。全国精锐部队都在关外，这个时候你让詹姬回来当皇上，你想再来一次靖难之役吗？这话千万不能再说了。太子爷这辈子谨慎守成，怎么就来了一个胆大妄为、满口胡沁的太孙妃？要让外人听见，我们全家被你害死啊！我是情急之下，太子妃，
太子妃恕罪。我也有犯忌讳的话要说，请太子妃惩治。太孙经常跟我说他心中的忧虑，我猜如果皇上真有不测，那再来一次靖难之役是在所难免的事情。太子爷固然是一辈子谨慎，可是赵王汉王他们野心勃勃，断不会容得下他。走到今天这个时候就要提早做准备，请尽快通知太孙回来。太医说呀，身体好着呢，就是这些日子太累，好好休息，别再办事儿，将养些日子就好了啊。多久？多久啊？好几个月。我是问我的命还有多久？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我是怕坚持不到皇上回来了。给儿子写信。太孙妃。野秋，出去吧，把门带上。你不累呀？这一天下来，我的骨头缝都疼。要是再来一次靖难之役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怎么又提这事儿？太子爷知道，太子妃知道，你知道，我知道，偏偏我说一句就成了天大的罪过。好了，太子爷都病重了，一家人又到这关头，说句重话，你又何必计较？是不是？我不计较，正是因为一家人，我才要告诉你。来，皇上病重是真的，他回不来了。谁告诉你的？现在军队全都掌握在汉王的手里，太孙斗不过他们。我们今天坐在这里，就是引颈等死。姐姐，你到底打算怎么办？我和太孙的承诺在先，太子爷待我也不薄，我不想逃，我也不会逃。曼音，你还有话没说完。现在两军相持，时间太久了。我们的补给还有多少？不足半月。这些天风雪太大了，两个辎重队上不来，药品和饲料奇缺。他们也奇缺，主要是马哈木这个贼头，学了我大明的兵法，竟然把两大营犄角相对，瓦剌部居中策应。他把地形优势发挥到了极致，
他们现在就跟王八一样，躲在壳里不出来。可是下雪养弓实在是太难。可惜炮兵太远，要不然可以用炮击他出来交战。只要他肯出营，我和老二的骑兵在血战一场，就能把他的士气打垮。炮是有轮子的。呵呵呵，我活了这么多年。 刚听说炮是有轮子的，赵王说的未必不是个好主意。爷爷，大炮阵地不可轻动啊！单是安放炮位，挪动炮弹就不知道要耗费多少人力。万一根基一动，敌军的骑兵很容易穿插。 那就动。趁着晚上风雪大，红衣大炮向前移动1000步。三千营，监视瓦剌大营。爹，这炮重得有上千斤，轻得也有百十斤，一夜挪完。现在就挪，马上。有多少人上多少人，要是没有人，我老头子也填上，一点声音不能出，做好伪装。 爷爷，咱们回帐篷。这儿不是瓦剌大营，鞑靼人胆子小得像个兔子。兔子有什么好怕的？我最爱的孙子，今天早上被射死了。你这个混血的杂种不撤兵，我们都要死在这儿啊！孩子们都已经开始杀马了。雨欣，收了头。 我们走。这炮怎么打进来了？明军的大炮阵地前移了，总军特部没有命令，不许重战。 皇上，瓦剌军往山上退，拒不出战。是吗？皇上，瓦剌军往山上退，拒不出战。 拒不出战。三千营出动，趁他病要他命。任五军营策应，神机营和弓弩营居中掩护，斩断他的守卫。是。三千营出动，五军营策应，神机营和弓弩营居中掩护。
报！弓弩营已迂回至山口。报！神机营已迂回至山口。让汉王的军队击破鞑靼，红衣大炮阵地再向前1000步。不可！王长，大炮阵地白天不能轻动，敌所据我皆在此。红衣大炮是我军进退的屏障，一旦轻动，敌人的伏兵即出。到这个时候了，还有什么伏兵？红衣大炮阵地前进1000步，炮轰敌营。皇上，马哈木熟知我军，一旦发现，那就让他以卵击石。是，让汉王的军队击破鞑靼，红衣大炮军队前进1000步。爷爷，快走吧！不要管我，带着那10000人快逃吧！给瓦剌保留血脉，快走！我不走，就战死的意思！快走！快走！快走啊！对手太狠毒了，我们的士气被打垮了，我们坚持不了多久了。爷爷，快逃吧！给瓦剌保留血脉！快走！爷爷！把我的马牵来！将军，领军前移，红衣大炮的阵地动了。云将军，明军前移，红衣大炮的阵地动了。现在明军大营的阵脚松动，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摘下弓箭，跟着我往前冲。要是你冲着冲着发现回姥姥家了，那他娘的你就死了。冲啊！船船到我们后方，冲散炮队，抓进来了。